是人啊！真的，我做梦的时候就是梦见这个样子的。原来这就是你娘经常说的，你这两年经常做的梦啊。是啊，我有时候也梦见姐姐你呢。你别瞎说啊！我又不是坏蛋。哦哦哦，好了好了，睡觉吧啊，来。嗯 老婆，你能不能帮我捶捶腿好吗？帮我捶捶腿，我就不会害怕了。无赖，不害怕跟捶腿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快点下去睡觉了。你得睡下面。你帮我捶捶腿吗？下去。帮我捶捶腿吗？好，看你能累多久。 哎呀，好痒，好痒，好舒服，老婆。还要赖是不是？对，老婆。行，你有本事你就憋住别笑，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好痒，好痒，我不行了。顾不上隔墙有耳了，还说什么没洞房？ 老师，我娘说进门之前要敲门的，你娘没教过你吗？我进错房间了，对不起。我们家有很多房间吗？怎么会走错呢？可我就从来没有走错过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去睡觉啊。嗯，去。